很清楚地看到有两艘中国货船，上面有一群蒙面歹徒朝中国船员开枪。你看见泰国军人向中国货船上的人开枪了吗？嗯，看见了。当时泰国军人躲在草丛里，疯狂地向中国商船射击，那场面真的非常吓人。后来，那伙蒙面人开着快艇向河的上游方向驶去。这时候呢，泰国军人从草丛里冲出来，然后冲向中国的商船。我当时还拍了一段手机视频呢，场面真的是很震撼、很疯狂的。好，这还不能说明问题。泰国军人在接到线报说，两艘中国货船贩毒，那么同样的消息，劫匪也有可能知道，他们也许是来抢这批毒品的，所以跟泰国军人发生了冲突。你这个问题提得好。经过调查发现，兴盛号和远平号是在10月5号的上午9点半，在萨马岛一带被这伙蒙面的武装劫匪劫持并控制的。这通过老挝年检大楼的监控视频，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两艘中国货船经过年检大楼的时间是上午10点45分左右。在这个时间里，那伙劫匪仍然在两艘中国货船上。王达先生，你能否替我解释三个问题？第一，如果他们是要中国货船上的毒品，那从赛马岛到金木棉岛1个多小时的时间，他们不拿船上的毒品吗？为什么非要把两艘中国货船劫持到金木棉岛一带才开始抢劫呢？那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在做什么？在和中国船员做谈判？第二，如果中国货船上真有武器，那么中国船员为什么不在萨瓦岛被劫持的时候就开枪反抗？为什么非要等到了金木棉岛一带才开枪反抗呢？第三，9名泰国军人如果与劫匪没有关系，那为什么非要等到劫匪跳上两艘快艇逃离之后再朝两艘中国货船上开枪呢？要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9名泰国军人必须要进行讯问跟调查就能够得到结果，对吧？但是案件过去了1个星期了，你们却迟迟不对9名泰国军人进行讯问跟调查，这让我和我的同仁们感到十分的不解和困惑。江局长，请您理解，我们彭达处长不是有意识的要袒护那9名军人。这个问题，我们总理府也正在和军方进行商议，我相信不久就会有结果。到了，那是火江家的老虎牌，很好，马上进请分装，让这批货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市场。哈，喂，老板，老板，目前这个老虎牌冰毒在你市场的销售价3个月前增长了20%。好。那你马上跟这个卡雷拉进行面交。这是金三角的毒贩们至今为止生产的最好的冰毒，就连老缅泰三国的一些大毒枭们都很难搞到手。你们认为
13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国船员，如何能够轻易的把这些冰毒搞到手？如果两艘中国货船贩毒，那么怎么样呢？也就意味着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拿到了同一批的货，而且还是这种炙手可热的老虎牌冰毒。副总监先生，处长先生，在你们的缉毒经验当中，有过这样的案例吗？江局长说的在理，但毕竟这不是直接的证据，毕竟这些冰毒是从你们中国的船上搜出来的，而且13名中国船员已经死亡了，死无对证啊。但相关的证据的推理和判断，起码90%以上的可能可以断定，这批毒品跟中国船员没有关系，很有可能是中国船员被杀以后被放到了船上，用以诬陷中国船员，这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惊天的阴谋。江局长，你太激动了，这关系到13个中国人的生命，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关系到几十个中国家庭的幸福，我没有理由不感到震惊和愤怒啊。我理解您的心情，说句心里话，我们泰国和中国是友好邻邦，我们真心的希望这13名中国船员没有参与贩毒，但是没有直接的证据啊，我们要的是证据。我会给你直接证据的。司令，保司电话。别停，你那边什么情况啊？我这儿整个都乱了套了，可热闹。我还要留在这儿吗？留在那儿，留在那儿看看我有什么发展。好吧。脖子，脖子。司令 ，A 一回话了。嗯。A 一说什么 ？A 一他说，货已经收到了，他非常满意。问他什么时候给我打款？卡里拉问你，货款什么时候可以给他？明天还是上赶的家伙。哎，对了，你告诉他，我希望这次湄公河的灾难不会影响以后的合作。OK。A 一还说，他说他希望这次湄公河惨案的发生不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合作。妈的！算下来，他们挣100美金，我们才挣几块钱。你告诉他们。金三角的事情，我坎里拉可以控制得住。死几个中国人有什么？不会影响我们的合作的。是。江局长，请留步。啊，江局长，我们总监来电话了，涉案的9名泰国军人马上到清莱府警察局自首。13条中国人的性命啊！从咱们目前掌握的相关证据看，我们的13名中国船员没有贩毒，他们是清白的。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只要我们没有为中国船员讨回清白，咱们没有脸面面对国人。是啊。对了，刚才我给版纳105事件的应急指挥部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明天上午中国护航巡逻艇猛乐号
从西双版纳进空港出发，中午12点左右到达管理港。我们的计划是，猛乐号在清迈待一个晚上，后天一早护送滞留在清迈的28艘货船，还有164名中国船员回国。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定要确保湄公河这一段航道的安全。你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另外，滞留在清迈的中国船员，还有这13名受害中国船员家属，他们明天晚上要在清迈码头举行一场追思会。江局长，有什么新进展没有？有，泰国情报部门反映，10月5日上午，坎里拉从泰国走出了一批毒品，数量有1吨以上。情报可靠吗？我现在跟泰国的警方核实呢。不过，我的线人跟我说，10月5日当日上午8点，在萨瓦岛水域出现了2艘快艇，快艇上有8-9名身穿黑衣的蒙面匪徒，而当时坎里拉和他的团伙就在萨瓦岛上。江局长。所以我认为凶手应该是坎里拉，他先将中国13名船员杀害，再把毒品放在2艘货船上，其目的就是为了引发中老缅泰警方的注意力，从而从泰国通道往外输送毒品。绝对不是坎里拉，他没这个脑袋，一定是苏沃。我们监控了方丽1年，各种迹象表明，方丽有可能就是苏沃在云南新建立的中国通道的负责人。而且有可能方丽已经被人暗杀了，向红现在下落不明，你们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抓到这批货的在境外的贩毒者，你凭什么口口声声地说这批货是苏沃的？老关，半年以前缅甸军方为了剿灭坎里拉，曾经征用过兴盛号还有另外一艘中国货船运送缅甸士兵，对吧？有这回事，坎里拉对这件事儿已经撒狗疯了，要有中国船员的好看。这次坎里拉是一石两鸟，也达到了报复目的，趁乱把这批货运向境外。官爵，我不同意你的看法。高爷，现在大家在集思广益，他们两个的观点有论点有论据，逻辑很清晰。你呢？不能光凭直觉办案。将军，你听我说，就目前来讲，我同意关局长还有于慧的分析，坎里拉有重大的作案嫌疑。于慧，从现在开始你把侦查的重点放在坎里拉身上，一定要把证据给我夯实了。另外你要记着，这是在境外办案，更要小心求证，记得吧？好。江局长，你听我说，一定不是坎里拉干的。高爷，坎里拉，我和省公安厅的党组成员还有你们专案组的副组长赵辉同志已经进行了电话沟通，你违反了组织纪律，还没有查明落实105专案组的后事工作，你擅自离开专案组出境，影响非常恶劣，所以省公安厅党组决定你明天之前必须回国接受组织调查。我知道我这个事儿做错了，应该处罚，但是我希望是在破了案以后。将军，你应该相信我。我相信你可以，但是你要拿出过硬的证据来。高爷，你曾经是个缉毒英雄，自从你的女儿出了车祸撞死之后，你就变了一个人。不管是什么案子，你都千方百计来寻找苏沃的影子。如果这个案子跟苏沃没有关系，你不干也不理。高爷啊，你是个党员，又是版纳州公安局禁毒支队的支队长，你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决定。服从组织的安排。你为什么不同意我留下来？啊，为什么？刚才关局长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你现在这种状况完全不适合在一线工作。
我怎么不适合在一线？我所有的经验都来自于一线，总比有些人心血来潮、凭空想象要好得多。哼，你什么意思呀？你是说我是一个小官僚，我所有的判断都是在办公室里凭空想象出来的？我只是想告诉你，他们俩我都接触过，只有苏沃才能干出这种事情。你好好想一想我的女儿怎么死的吧。高野，我知道我改变不了你，咱俩还是早点把婚离了吧。等我抓住苏沃，你就不想离婚了。幻觉，哦，去吧，老关。哦，说句实话，你对高野的处分，我有异议。江局长，根据高野发现的这两批毒品是同一批货的事实，我认为这两个案子应该并案侦查。一会儿我会向部里汇报。成立105专案组，我希望高野留在专案组里，处分先急着，啊，就这么定了吧。你这是在建我的局呢？请相信我，我要用高野自然有我的道理。可是江局长，考虑考虑。江局长，关局长，江局长，副总监先生，江局长，我们对那9名军人进行了询问，他们不承认他们犯罪，因为他们得到的情报是对中国的货船进行拦截检查。他们是从哪儿接到2艘中国货船贩毒的情报呢？是一个叫坎坚的缅甸大其力人提供的，大概45岁左右。我们请缅甸警方进行了协查，大概在缅甸大其力有12名叫坎坚的人，经过9名军人的辨认，没有我们要找的那个坎坚。啊，明天呢，我们准备把这个消息啊向媒体公布。所以总监叫我们来向您通报一声。我们要求讯问那9名泰国军人。啊，他们在1个小时以前已经返回他们军营了。副总监先生。你可以转告那9名泰国军人，这个案件发生在大白天，在这湄公河上，河里有船，岸上有人，在这种情况下，作案想销声灭迹，杀了人想瞒天过海，那是办不到的。江局长，请您理解我们，现在只有把他们交给军事法庭进行裁决。啊，我们警方会对这9名军人和武装匪徒勾结的事继续进行调查。怎么调查？人都放走了还怎么调查？他们朝着挂有中国国旗的中国商船开火，他们就脱不了干系。梅花姐，这孩子早产这么多天，他会不会是健康的呀？梅花，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现在医学这么发达，早产半个月不成问题的。放心吧，把心放宽，千万别激动啊！好吧，让一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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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局长、关局长，你们来吧。方副领事，朱明华有事吗？没事儿，您就放心吧，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大家都很忙，美华她挺好，没什么事儿，先回去吧。怎么，有什么困难吗？困难倒是没有，领事馆和外事局的同志们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好，我们的生活您就放一万个心吧。只是可怜美华还有她那没出生的儿子，儿子一出生就没了父亲，对美华来说根宝就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这柱是彻底断了。船员兄弟们，你们放心，根宝和他那十二个兄弟没有贩毒，没有，我可以向你们承诺，我们一定会洗清这十三个中国兄弟身上所背负的屈辱。你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国家，大家放心，现在上至党中央，下到全国的老百姓，都非常关心你们当前的处境。各个部门呢，正在跟相关的国家进行协商，政府尽快会派护航的巡逻艇接你们回到祖国去。谢谢政府对我们的关心，江局长，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一定会为我们冤死的弟兄报仇雪恨的，弟兄们你们说呢？相信你们。泰国的九名军人肯定知道内情。这九名泰国军人不可能说出对我们有利的情报来，泰国方面也不希望扩大对他们不利的影响。再说这个案子是发生在湄公河，部长，江海峰同志啊，公安部领导刚刚做出决定，你和关庆林同志立即赶回西双版纳，正式成立湄公河105案专案组。你任组长，关庆林同志任副组长，你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侦破此案，将杀害13名中国船员的凶手缉拿归案，用有力的证据还13名中国船员一个清白。是。你要牢记，一定要在尊重别国主权的基础上侦破此案，一定要加强与别国警方的国际警务合作。部长，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嗯，你说。湄公河105案专案组能不能够改名为湄公河105案联合专案组，吸收老缅泰警方的加入，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广泛地利用他国警方的情报资源，以便我们的专案组能够更有效地在境外展开侦办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啊，我们会尽快地和老缅泰三国警方的高层进行协商。谢谢部长。同胞们，我今天心里特别的难过，但我更多的是愤怒，因为我们的13个中国同胞就这样在异国他乡永远地失去了生命，还有他朱美华的丈夫还没等看到孩子的出生就被残忍的凶手给杀害了。我想知道是谁在光天化日之下无视法律的存在，就这样剥夺一个孩子的父爱，
就这样剥夺了一个父亲的天伦之乐。我们这是一个文明的世界，我相信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无法容忍这场悲剧的发生。我也有父母，我也有儿女，你们的父母被屠杀，就如同我自己的父母，你们的儿女被屠杀，就如同我自己的儿女。所以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地承诺，公安部、云南省公安厅，就是要为你们寻找正义和找回尊严的国家力量，他们一定会把凶手绳之以法，还给你们公平、正义和尊严。祖国万岁！祖国万岁！向你道个歉。我在向你道歉。你少来这一套。你怎么想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怎么想的？你不就想进联合专案组吗？那你就帮帮我。这不可能。为什么？你跟关局长说一说，不就有可能了？我实话告诉你，要是你进联合专案组，第一个反对的人就是我。我去给你拿药去。我说过我没事儿。这是我提的云南方面的人选，其实你都熟悉，有什么不妥，你尽管提出来。哦，我考虑一下，公安部缉毒局方面的人选呢，我明天上午跟你商量。嗯。在云南工作的时候啊，你是我的上级，咱们俩是知根知底啊。啊，哎，你忘了没有，你对我可是有过评价的，茅坑的石头又臭又硬。我说那是计划，你还真当真呢？我知道，我这人爱犯浑，重义气，你呢冷静理智，组织原则性强，咱们俩正好可以互补。哎，老姜，算了，以后再说吧。嗯。
想说高爷爷的事。嗯，如果你都不信我，那就更没有人信我。我女儿的死是苏沃干的，不是交通事故。这起案件已经查了一年多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一起故意杀人案。可是查了一年多了，撞我女儿的司机呢，车呢，都没有找到。那你们为什么说这就是一起交通事故？高爷，你在抓吴天雄的时候受过枪伤，医生说由于你的伤口感染导致你的交叉神经受损，你的压力太大，所以经常会产生幻听和抑郁。你记得那次吗？有一天晚上，圆圆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哭，然后你抱着孩子就跑，你非说苏沃就在咱床边呢，你吓得圆圆生了一场大病，你都记得吗？你跟他们一样都不信我，你现在也是不是很讨厌我？我不讨厌你，我从来都不讨厌你。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跟你离婚不是因为我讨厌你。高爷，圆圆的死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那是一场意外。你不要总那么内疚，不要总向我灌输说苏沃因为报复你而把圆圆杀了。你这么说，弄得我压力特别大，我总觉得我像个讨债的。我从云南调往北京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不想让你自责，不想让你内疚，我想让你快乐的生活。你离开我，就是对我最大的伤害。我再告诉你一遍，我女儿是苏沃害死的，不是交通意外。你为什么那么固执呢？好，如果你非要这样认为，我也无能为力。但是咱俩能不在这件事情上纠缠了吗？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大案，是一个要案，我们忙这事还忙不过来呢，哪有时间纠缠咱俩自己的事？我没跟你纠缠。105湄公河一案跟苏沃也有关系。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帮我跟关局长说一说。你要我帮什么都行，这事儿我帮不了。好，看来自己的事儿还得自己干。我告诉你，我一定要参加联合专案组。这没有错，高野这小子有缺点，我从来不回避，但是他毕竟找到了105毒案，还有湄公河105案，两案之间的关联和并案的可能，而且他从老挝的年检大楼里搞到的那段监控视频，这段监控视频对这个大案有多大的帮助你是知道的吗？至少应该功过相抵吧。江局长，我知道你很赏识高野，高野是你的徒弟，又救过你的命，你们俩之间的感情那是非同一般的。但是我说实话，高野这小子曾经是个干警察的好材料，我也很赏识他。那自从在4年前他在吴天雄贩毒集团卧底两人一举拿掉了这个贩毒的老窝，打掉了苏沃在我们中国贩毒的通道，那么苏沃对高野就恨之入骨，这没有错。那么我们总不能什么事情都要安到苏沃身上，是不是？高野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他走入了极端，一味的偏执，这可就有问题了。我现在担心的是他的思维逻辑会影响到我们办案，尤其是湄公河大案，这个案子是全世界关注的大案，而且党中央又这么重视。老关，你言重。我们这么庞大的一个团队，
难道会为你所谓的高野偏执的逻辑思维所左右吗？你太看重他了，你也低估了自己。哎，兄弟，我没有看重他，也没有低估我自己。刚才郝部长我已经说过，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又发生在境外啊，那我们很多侦办的过程都要在境外进程。怎么侦办这个特殊的案件，我们没有先例可循。到时候要是捅个娄子，这可是捅破天的事儿啊！这事关到外交和国际的影响问题，你想过这一点吗？到时候你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江海棠会负责的。方厅长吗？海峰啊。方厅长有什么指示吗？指示谈不上，不过秦林下午给我打过电话，谈到如何处理高野的事儿了。我和省厅党委成员碰一下头，大家的意见还是先让高野配合调查组把105毒案说清楚。海峰啊，任命秦林作为专案组的副组长是我的建议，也是部里的决定。我希望你们俩在这个案子里能够好好配合，不要因为高野的事儿而影响你们的合作。同时我也跟秦林说了，尽快把高野的事情搞清楚。如果高野没有问题，可以马上回专案组工作。我想这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你认为呢？我尊重云南省厅的决定。那好，我就不打扰你了，等你们到了版纳以后我们再碰头，你看呢？好的，方厅长。那就这样，再见。我向方厅长汇报，也是在例行组织的程序。那好吧，我提一个要求，我希望在7天之内给高野一个结论。老关，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向你妥协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吗？将军，关局长，你们都在，有事儿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玉花，怎么回事？啊，关局长，我想参加专案组抓苏沃。高野，你知道你这犯的是什么刑侦错误吗？我告诉你，高野，在你的问题没有查清楚之前，甭说是联合专案组，普通案子都别想。关局长，我不知道我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对得起我警察的工作。我自己连命都不要了去抓苏沃，我不知道我自己错在哪儿。一会儿把他给我弄走。我还没说完呢。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专案组需要我，因为我是最了解苏沃的，这两个案子一定跟苏沃有关系。苏沃案件我是介入最深的警察，所有的情报是拿我命来换的，所以我参加专案组那是天经地义的，我希望你们不要拒绝好不好？高野，你太放肆了，难道让我们这么多警察陪着你报私仇泄私愤吗？这不是我个人的恩怨，这两个案子它是有关联的，是苏沃阴谋的一部分。证据呢？你拿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所以我要参加专案组，找到证据来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希望你们同意，我一定能抓住他。高野，我跟江局长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不希望你干扰我们的工作。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出去，而且明天必须回国。一会儿把他给我带来。将军，你什么意思？服从关局长的命令。